第二十三课：学校里边有邮局吗？一课文一。学校里边有邮局吗？学校里边有邮局吗？有。邮局在哪儿？在图书馆西边。离这儿远吗？ 不远，很近。图书馆东边是什么地方？图书馆东边是一个足球场。二，从这儿到博物馆有多远？劳驾，我打听一下，博物馆在哪儿？博物馆在东边。 在和平公园和人民广场中间，离这儿有多远？从这儿到那儿大概有七八百米。怎么走呢？你从这儿一直往东走，到红绿灯那儿往左拐。马路东边有一座白色的大楼。 那就是博物馆。谢谢您，不客气。二、生词：边，东边、西边、南边、北边、前边、后边、左边。 右边，里边，外边，上边，下边，离远近地方，足球场，足球，劳驾。 打听博物馆，和平广场中间，从到米一直红绿灯绿灯。 往左，右拐，马路，路，坐，白色。六，练习。一，语音。一，变音变调。地方。 提防，足球，初秋，公里，空气，中间，重点，一直，一支，大楼，打球，二。 多音节词：东边、西边、南边、北边、上边、下边、左边、右边、里边、外边、前边。 后边。